澳门君前街后面有一间隐世面包店。呢间老房子面包咧系专做手工面包嘅，每一日都有唔同面包新鲜出炉噶。呢度嘅面包系全自家制，坚持唔用化学添加物，非常有黑。客人可以预先在 Facebook 上面查询这个星期的面包出炉时间表，提早订订货。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牛奶系列面包了，我们快点试一下这个紫薯面包先，闻到都已经觉得很吸引了。嗯，它真的很原熟啊，而且它很香紫薯味，紫薯绵绵地这样很好味啊。试一下这个黑芝麻合同面包先。嗯，佢很香黑芝麻味啦，啲慢慢食落咧，佢都有种核桃嘅香味喎，真系好好味啊！最后我哋试埋呢个金薯芝士面包先，佢嘅金薯味比我想象中更加香啊，跟住配埋芝士咧，真系好香好好味啊！食多啲都唔会厌啊！呢套很民主的，如果你想下星期都有得吃你最喜欢吃的面包，就记得要投他一票了。得票最少的面包下星期就会被淘汰换上新款式。店铺的建筑本身是一间已经有超过80年历史的老屋，原本的地砖都特地保留了下来，设计很有特色的。